李白，你会做中国菜吗？我不会做，可是很喜欢吃。你都爱吃什么菜？除了川菜，我还爱吃饺子。我知道中国有句话是好吃不过饺子。你知道的还真不少。哪里哪里。你知道哪儿的饺子最好吃吗？食堂的？不是，是我妈妈包的。她以前是开饺子馆的，她的饺子馆很有名。如果能吃到你妈妈包的饺子就好了。这个容易，来我家吃就行。太好了，我有口福了。除了牛肉的，我还想吃韭菜鸡蛋的。没问题，还想吃什么？有饺子就够了。我还想跟你妈妈学包饺子，以后回法国开个饺子馆。那你会越来越胖的。